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前段三个月以前呢，我在前面买了一套房子，这套房子呢花了3000块钱，我这几天呢天天去维修，今天那个干一个大工程，今天去拉石头，往里铺石头，把底下那些土啊用推土机全部用装载机啊全部给装出去。我现在上那儿先去，把那个大门给打开，一会儿那个装载机就来了，还有100米就到了。今天看我怎么干的啊！这个栅栏呢已经全部扒完了，看看，现在就等车了。你们能听到车的声音吗？就是推土机，就挖掘机，那什么，那叫装载机啊，装载机的车声，现在往这边赶呢，一会儿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啊，他就把那个门口我扒那个石头什么的全垫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老深个坑了，你们看看，我感觉最少得扣3车石头吧，那个它扣满了。听听声音，这个装载机已经走了，挖完了，挖个坑下来，有20厘米深。这条水泥到门口啊，得20米了，原计划是15米，这回下不来了，得20米。我得把这些破石头啥的，全部填到这个接头这个缝底下。完了，一会儿让这个装载机再压压，压结实点。完了，等到明天打水泥地的时候，或者后天，这块它就这个接头就不应该裂了啊！大工程啊，半打圆子全毁了啊，没有办法。那采松茸一天能采1万多？1万多。那采有人收吗？现在是400。他
260一斤。260，前几天400哈。好的，260。那个现在这个大爷把这菜拔一拔，要不一会儿那个再卸石头啥的，这个菜都白瞎了。提前秋收，咱们这松茸少。这些这个石头啊已经卸完了，一共是卸了四车石头。卸完了以后呢，一会儿还得拿那个装载机啊，再把这些石头给整平了。整平了以后呢，明天还得拉石头。已经全部收拾完了，大家看看这个地基垫的怎么样。垫的可平了，拿那个装载机压了有好几十圈，看从我这个位置到大门是22米长。明天或者后天就打水泥地，把这水泥地铺上，跟门口这个水泥连上就行了。完了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地啊全翻出来，把那个边上那个地，我给它收拾成一个庄园，栽上树。完了，再把这个墙外面重新刷上，边上该扒的扒，该维修的维修，一共就收拾出来了。看看这个门口啊，这个大门我也准备给它扒掉，重新做一个新的。那个各位，你们说我这个3000块钱买这个房子，你们说值吗？收拾完了以后，到时候你们看看我能整成什么样。整个这一个大院有200多平方，3000块钱。这是一条主路，出去就是我们镇中心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，咱们明天再见。